这个游戏是小卡游戏。好嘞 ，OK， 小卡游戏。作为小卡商人，我觉得你得给我那个，给我用我小卡的什么卡费，一张5块钱，一本儿就是。小卡游戏，来吧来吧，赶紧来吧来吧来。大家听懂规则了吗？听懂了，听懂了，听懂规则了。规则就是翻到谁就爆谁，对，翻到两个就爆两个，对。转圈，我看不到。这怎么转啊？这咋转啊？我先帮了吧。今天看的是耀文啊，节目我距离离远了，不，我就等，我就等张元那一张，我就预判了，我就有点，但你不能把我放下。好，我可以在这。第一分由耀文获得。马建勋，马建勋，哎，我先报到了吗？就是，我看过了，报到了吗？你们就心不心饰演了，真的，还是我吧，应该。那这是我旁边的吗？你停慢一下吧，是我先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了。对不起，先。这是左。马哥最终的答案是？我真不知道，你们。刚才应该是耀文和张哥。那就两个都加分吧，那就耀文跟张哥都加一分，好吗？那可以，那也可以，两个都加分吧。马哥展示一下吧。哎呀，你让马哥展示一下吧。不是我眼睛近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来马哥，张哥帮我拔一个。何俊麟，张哥，张哥，张哥。你说了，你说看不清楚，我真的是。太谁哥呢？谁加何俊麟？展示给那个，然后特写推进去。看到了，快下那个，摆一下相同的 pose。张哥是吧？哎，太棒了，眼睛都一模一样。我提醒一下，如果上去画面上有两个人，就抱这两个人多算。就是下面是两个人的，两个人其中一个都算是吧？哎，头，两个人其中一个都算吗？对呀，这个最后一个都。那我就选一个没人的。这谁啊？我马哥。我爆。马哥。这谁？天，马哥。哦，以后想演了，哎，老哥，哎，太好了，这是丁哥获得了一分，然后张哥，以后钱就在我这儿，我的手一直在这儿，对呀，这是谁呀？马哥，他们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觉得我这个动作应该也算吧，自爆不得，那为什么马哥打上了？对，没有，刚才那轮是丁哥和张哥获胜，来展示一下这个卡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们展示完放那儿就行。OK， 三二一，转身吧！哎，我一直抱着呢，还有马哥。哎，我这直接抱着的。哎呀，马哥就是 bug。丁哥，丁哥和耀文手机没抱，我一直抱着你的。根本卡 bug， 卡 bug， 真的，我今天进不了分了。卡 bug， 你哪儿都不许去。行，下一个不算。你们现在有四位零分俱乐部的哈。谁呀？下一个是因为欺负金水演的。给我看看，先放在一起。给我看看啊！不放，不放，不放。好好好。三二一，张俊，马哥，哎呀，谁被拦住了？啊！首先这一分，丁哥耀文。哎，那就是杨算是吗？翔哥一分，丁哥一分。我没有张俊啊，这把看错了，还是我。他都没说话，他把我抱着，我发现了这个游戏的新玩法。对近视眼有利的玩法，帮我报几个玩啊！我是猜的，没想法，没想法，我只是拿过来。你怎么？不行，我这边不行，我头疼。安全了。哎，他这么抄你没意见吗？没事。好嘞，他们都。贺军，姚文，谁呀？谁呀？这谁呀？这谁呀？谁呀？一直放着贺军，谁呀？这谁呀？我呀！我真的。我猜是贺峻霖，谁呀？这是谁啊？丁哥获得了一分。啊，不是吧？哦，是赫尔。这，我都没看清楚。丁哥，视线太差了。大家，三二一，我保留了。丁哥，我是丁哥。啊！我先。哎呀，宝贝，单人这个我应该报自己算分吧？谁呀？报的谁？我单人这个。我摆了。单人这个 boss 应该算分吧？不然的话，我就是加不了分嘛。你们都一样。三二一。幺儿。张志远，张志远。是我吗？我以为是贺峻霖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。我展示卡。忘了吧？张哥，你展示卡。你算的话就是。张哥这。现在零分俱乐部还有两位，三个我，一个爆我。谁
呀？我抱的贺峻霖，没人抱我吗？没有我吧？我先抱了，我先抱人，我先抱了，没人抱我吗？先抱了，我先抱，不是，先抱我。谁呀？我抱的贺峻霖，没人抱我吗？没有我吧？我先抱了，我先抱人，我先抱了，没人抱我吗？先抱了，我先抱。不是，那我要辨认好用。摔跤呢？但其实我去抱的丁哥。那他抱的我，这算什么呢？看着丁哥，这算什么呢？按规则来讲是要抱。对啊，我对啊，所以要玩抱不算。对吧？所以呢，就是一下了哥。哎，有人看一下我这儿吗？都要给我锁死了都。我本来都觉得自己没了，哎呀，还真是你，好聪明啊，还真是你，好聪明啊。丁哥展示一下，帅气的药丸。好，来，我开始新的了。帅气的药丸给大家加。咱们好了，抱好了。犯规，我抱了谁啊？犯规，我的青春恋。我第一波抱了丁哥，但是我没什么。犯规。给了你了是吧？要想提前抱，就像预判。我还以为是贺呢。强哥抱了你，强哥抱了我。晚上唱吧。哎，谁和谁？等他抱灭，等一下，放归。我看不见了，会有他的。抱，啥呀？他抱了，抱了，耶！抱了，对了，抱了，不是拿反了，完全没看到人头。然后你谁抱后？我抱了张哥。那谁抱的马哥？那谁抱的最紧？马哥谁抱的？抱最紧，那不是一定是最快的。小贺根。我不是，哎，到底是谁？我抱的张哥。小贺是谁？小贺。我抱的张哥。我一分都没有。过来一点呗，我都没人抱了。咱俩现在一分也没有。先不能抱。三、二、一。廖文，我被墙锁住了。我一堆人在这儿等着，你在一堆人打我呀！我一抱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看见人就一定要打我呀！好难啊，我们俩同。下吧，因为这个太难。那你分我没分啊。三。哎，这犯规啊！犯规！不抱，不抱。这样我们公平一点，就不能碰别人。好，不能碰啊！你说的时候，三二一。哎呀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你分儿！你看，哥，给你支了招，还有分了。OK， 马西现在没分了。这个不就是玻璃零分联盟？小哥跟小宋没看到，但我感觉帅，但是我觉得帅的是林哥。我先。我为什么冲上来送分啊？没有，我看到他那个表情，我就很。我以为是，哎呀，二零三啊。对呀，三二一，你翻开吗？提前锁死！我输了！我们不是一起刷分吗？你怎么在那儿站着？我突然感觉到赢的快乐。概率最大的应该是马哥，下一个。赢的乐趣，我天！好谁啊？加油！你们还有上去的。没事，让他躲会儿吧，让他休息一下吧，让他休息一下吧，快翻呀！三、二、一，科尔，我这边又抱我，又抱我，全是科尔啊！没事，还要玩谁？没有啊。
下一个就不是他了，张天，来我们来坐着玩。哎，你怎么这样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绝对。二。你先放开，先放开。基本上应该是放上面了。先放手。三二一。上轩。这也要想办。这谁呀、啊？报名。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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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报名。是我的，是我呀，是我的。啊嘞，头一次意识到我们原来长得这么像你。啊，我是头一次觉得我们怎么长，我一直以为是你。点罢了，归根溯源。你要不然我先报的。哥，谁呀、啊？你们杨翔。我先报的，他们俩不能互相报吗？你先报的，我在这干啥呢？那我报马哥吗？马哥没人报。这是我报了呀，你看我的后手。你看我们两个，我好不容易等到。我们是这样报的。我们是这样报的啊。东西啊，鸭蹄吧，还是鸭蹄？是鸭蹄，是吧？来，你们家可以。我要压我了，他是棒。三二一。哎呀！哎哎哎！没。展示一下，快去展示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吧，还是适合在旁边。分很高。就是率相当高。我刷分怪，兄弟们，你把我卡还我，你偷了我一张卡，是的。我文，哎，哎，这概率也太高了吧！我在后面放张哥的时候，我就直接。谁呀、啊？看不清楚，梁文，怎么还真是？哎哎，我先放的。哎、谁呀、啊？哎呀，打不懂这太难了，什么呀？我先放的。你在跑什么呀？我先放的。我告诉让我进去呗。我以为是梁文，我以为是我。我竟然跑报你，一回头人不见了。我刚刚吓跑了，我这样子报他的。记了几分啊？三二一。丁哥，这谁啊？我先报了丁哥。杨翔，杨翔，我先报的杨翔。这是杨翔、啊。杨翔确实是我先碰的。不是，他说丁哥。这是杨翔啊。你我们俩赌了好几把了，没赌上。三二一。大哥，大哥好横。你是真是梁文上课了？怎么跟你梁文的时候我就遇不上了，玩不起了。三二一，赛圈神偷呀、啊！谁、啊？别快去！谁呀、啊？哎，我冲不过去啊！马扎奇，我宁愿我又给你分。小宋跟丁哥，这是丁哥现在最高分。三二一，张哥，张哥和谁呀、啊？你别走，不是你能不能不要？怎么又有我呀？每次要抱人的时候都是我给别人送分。三二一，我先抱的刘文啊。好，大哥。张哥，哎哎，我先抱了。怎么跟我有关系啊？什么事？你是有张哥吗？是有张哥。哎，是张哥吗？哦，是张哥。每次抱人都是感觉给别人送分的感觉呢。谁？我给你。啊，你这为什么第一个？你们好像啊，像一个送分桶一样。上学上学吧，我先报了上学。报了，先报了，先报了。梁文是吧？又有我。哎，我先报了，我先报了。我玩不起了。哎，马哥。马老师，你想过？你看到没？这帮分送的。三二一。要报准一个吧，梁文。真的是。这是梁文。有翔哥吗？是梁文。有翔哥。报准一个了。是牛。是梁文。有翔哥吗？是梁文。有翔哥。终于准一个了。是牛。梁文呢？哥，我服了。三二一。马哥，兄弟哥，我先报了，我先报了。哎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就要赌梁文了。三二一。上学。谁先报的？我先报，我先报。好想。这波有预判。三二一。梁文，我先报的。要闻，他看到了，不是他作弊，看到了，他一只手就在上面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没开始，他一直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个肯定算，我全部想说了呀，打他们，多少次，打赞，多少次了，我一定要看回放，散开，散开，这分你必须给我是战果，我可以，不要，谢谢，爆啦，哎呀，有我吗？真有我。那是我的，哎呀，我开始了，我摆了，开摆，对了，我都不见了。
圈。我刚想报马哥来着，有点厉害。马哥完全看不清。哎，大好，我们最后玩三个。好的，好。玩三个。大好。这可能，这可能，不可能。来，站好了。你翻吧，先翻。好了。3、2、1。杨翔和我。是绝对是你，送人头。送人头。下去吧，就两个，帮你们喊出来。报好了，报好了，我觉得我们俩报警了，报警了。3、2、1，报警了。谁啊？杨翔跟贺峻霖。啊？怎么又是我？怎么又是我？原来他就这样赢了。原来太轻松了，三分都是靠赌的。3、2、1，我报了两个，我输的。孤独怪物的。来，先加分，先加分。哎，我报了杨翔，先加分。那必须的，我还帮你们喊。那必须报了这个得来一个，他们得呢。对，我也觉得。他们对，先报一个，报自己。要不然你就没事了。够了。那就报一下加群啊，不然加不到分了。大家先展示一下。好。没展示到。报了两个数加来，谁得来呢？呀，我报好了，报好了，张哥，我报了亚轩的啊，我报了张哥和亚轩，张哥，我报了张哥，你们俩算谁报啊？我们一个0.5吧，嗯，先看看，把马哥的分给我们，马哥一分不加，马哥是一分不加呀，都加一吧，都加一，都加吧，都加吧，啊对，马哥是一分，七个人都加，七个人都加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团到，突然又不想最后一个了，团到。你咋知道是团的？胜负欲上来了，是团的，是团的。你看好多第二，是团的，是团的，是团的。摇摇领先，2，不能让他是团的，是团的。OK， 七个肉加。OK。Sorry。每个人都要加分，现在是。对。OK。啊。团，那我谁是第一？我有6分。六分是哆来咪发嗦啦。耀文比我多2次哦，我怎么混了6分啊？哎，从我这就混了3次，走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有6分。马哥拉，快唱，到拉拉。丁哥有13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来咪发嗦。你打扑克呢？你唱个声拉。哇，声拉。你唱个声拉。咪发嗦拉西哆，然后加深，高音拉。K 15分，张哥10分，哎，张哥是10分，对，我也是13，我们跟三巡一样，我比嘉巡平均跟我一样，特十三，那要不是最多，要不是15分，对，要不是，哎，我有什么奖励吗？我要大家都发微博吧，大家要在微博上发我的帅的照片，并说那是两个，这是两个，我好帅，我好爱 ，OK， 就这样，可以。可以发帅照，我也可以多发点照片。好看在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，我也觉得。对，不是，不只可以刷发帅照吗？它也没限制。应该是你睡觉的时候。我觉得要我任何时候都好看。我可以发那个打篮球。那么一针。